今天不锻炼，到老必后悔。跟何怡老师每天练习以下几个动作，让你到老不求人，让你到老不后悔。点个红心收藏一下，否则你想锻炼的时候就找不到了。第一个动作，踮脚摆臂，我们将双手向上抬起，脚跟抬起，然后向下落的时候落脚跟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晚上睡前，你练习5分钟，带动全身红色液体循环，拉伸我们手臂的线条，拉伸腋下的淋巴，拉伸我们全身的关节。每天甩甩手，健康和你走。3、2、1，下一个动作，抬腿空踏，我们左手右手掐腰，然后用我们的腿去进行蹬地，然后我们的脚跟不要挨地，就这么去空踏，下上下再上下上，左腿右�腿各蹬30次，来换我们的另外一条腿，右腿向上空踏，一定注意脚尖向前，脚跟不要挨地。每天这个动作继续锻炼，能够让我们的小腿大腿的肌肉，还有我们的腰胯的一个支撑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锻炼。早上起床练习练习，全身精神焕发，元气满满一整天。接下来我们将双手向前平举，然后深蹲向后用力去蹲，让我们的膝盖呀不要超过我们的小腿，然后再起来再去蹲，用我们的臀部向后用力去蹲，这样的动作会保护我们的膝盖不受过多的压力，一定要让我们的小腿跟我们的地平面成90度。每天练习50到80次，你的大腿小腿特别有劲儿，走路不摔跤。3、2、1，接下来这个动作叫做马步摇，将我们的腿左右打开，要略宽于肩，然后双手叉腰向我们右侧来，然后向左侧，每天就这么左右去摇摆，让我们的腰部和上半身都能够去笔直抬头挺胸收腹，锻炼我们大腿小腿的肌肉群。3、2、1，家人们，要想到老不后悔，年轻就要多锻炼。以上的动作您一定要点赞收藏，每天多练几遍，看完不要着急划走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，关注何怡老师，不活99，我们谁也不许走。